北京杜莎分蜡像吧，感谢各位的光临，和我们来共同见证黄渤先生蜡像揭幕仪式。那么自1835年杜莎夫人在英国伦敦贝克街建立了第一座永久性的蜡像展览开始啊，可以说在之后的这个时间里面，杜莎夫人蜡像馆在全世界各地开办了非常多的场馆，那么越来越多的游客呢也是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在杜莎呢，他们可以说不简简单单的是见到了偶像，可以说是和他所爱的偶像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近距离沟通互动的交流的机会。那么到了今天呢，我们也绝对可以说，在杜莎呢，我们不简简单单它是一座拥有众多名人蜡像的艺术的展馆，而是更像是一座可以实现我们和我们所爱的偶像和明星进行近距离沟通互动的一个梦想的伊甸园哈，也的确如此。我们每次走到杜莎夫人蜡像馆的时候，都感受到一种和偶像可以近距离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契机。那么在今天，在我们的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的电影电视区，我们将迎来一位国民演员的入住，他就是我们非常爱的金马奖影帝黄渤先生。那么可以说，从出道至今，黄渤先生呢是我们的影视票房与口碑的代名词，更是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凭借电影《斗牛》获得了电影金马奖影帝的称号，而他的首部的电影的导演的处女作呢，也顺利的杀青，也将于今年和我们所有喜爱他的朋友见面哈。而在这个一路的过程中呢，无论有多少的荣誉，有多少的成就加深，在演艺的道路上的黄渤先生始终是脚踏实地，并且保有着对演艺事业的十足的热情和诚意。那么同样，我们所熟悉的杜莎夫人蜡像馆呢，在坚持传承百年这种品牌品质的同时，在坚持传统蜡像制作手工工艺的同时呢，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不断的精益求精，致力于为我们的世界各地，致力于为我们的所有的客人提供完美的互动的娱乐式的沉浸式的体验啊。那么当然了，我相信大家在每次走到我们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特别是来到我们的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在参观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种沉浸式的快乐、沉浸式的体验哈。当然了，在我们今天的我们的揭幕仪式之前呢，按照惯例，还是首先让我们有请我们活动的主办方，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的负责人、总经理王瑞女士，致辞，掌声有请。各位尊敬的来宾，各位媒体朋友，亲爱的黄渤的粉丝们，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哈，今天是一个休息天，大家呢能够抽出你们的宝贵的时间，来到了前门大街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与我们共同见证黄渤先生的蜡像揭幕仪式。那么首先的话呢，请允许我代表莫林娱乐，英国的莫林娱乐集团公司，代表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感谢并且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那么提起呢，黄渤先生，相信哈，大家对他的赞扬之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那么对于我看到很多哈，就是在演艺界同行对黄渤先生的评价，那么。曾经呢有人说黄渤先生的话呢是喜剧中的演员中的王中王，这个有人知道是谁说的吗？我们的粉丝一定知道哈，周星驰先生说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徐静蕾女士呢说黄渤先生是德艺双馨扎根于人民的表演艺术家。那么在各位粉丝的粉丝的眼里的话呢，黄渤先生是多才多艺，无所不能，创造了70亿票房的影帝。那么在我们各位的记者的眼里，黄渤先生是平易近人，机智幽默，智慧的这样的一个代言人，他是你们的国歌。那么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呢，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那么在我们的心目中，黄渤老师以他入木三分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我们紧随着他创造的这些角色，因为他们的角色而快乐而快乐，伤心而伤心而思考，那么我们深深的被他所创造的演绎的这样的角色所感动，所以进而我们成为他的粉丝，我们更加喜欢他，喜欢上他这个人。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今天哈，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分享一个幕后的，在我眼中的黄渤先生。那我们呢，一般制作蜡香之前的话呢，会经过一个量身。这个故事呢，要追溯到2017年的一个夏天。那一天呢，刚好遇到了大暴雨。那么在北京的话呢，交通受阻。我们当时和远道而来的英国的艺术家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想着说，今天这个量身一定会推迟。但是让我们惊奇的是，黄渤老师不仅也按时到，而且他提前到了。那么这是一个小细节。当他走进屋的时候，他以他一贯的这样的一个幽默哈，马上点燃了，温暖了，瞬间的温暖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量身的这个当时的屋子。那么但是的话呢，我发现哈，当他真正的进入到量身状态的时候，他完全不是我们可能一贯形象中的那样子的幽默呀，搞笑呀，他是真正的，他是非常的投入，而且的话呢，他会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在这个量身的时候来确定这个名人的他的一个姿势啊，包括他的表情。我们当时在确定这个表情的时候花了很长时间，我们反复的拍照，反复的确认，然后呢，黄渤老师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表情跟各位见面呢？所以我们这个表情的确认的话呢，当时花了一个小时。那你可想而知，我们当时实际上在量身的话，也要采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素材。所以的话呢，从这一个小点上哈，黄渤先生的话呢，他对做事的这样的一个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当时他的这种精神，感染了我们在场的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英国的以严谨著称的这样的英国的艺术家，他们一直以来对黄渤先生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赞不绝口。那我想说，我看到的是，当我们看到黄渤先生他光芒的四射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现在，那么在背后实际上是他付出了无数的这样的努力，这样的执着。那么也如同杜莎夫人，那么杜莎夫人的话呢，作为一个百年企业，我们传承了杜莎夫人的精益求精的这样对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匠心精神，那么所以的话呢，才得以闪耀到现在。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非常荣幸哈，能够欢迎到我们的国民偶像，我们的影帝，能够入驻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想以一个粉丝对黄渤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今天的演讲的一个结束。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黄渤先生的话呢，撇弃了娱乐圈的这样的一个浮夸，他回归到人性的本真，用这种本真去做人，去做事。那么他是一个行走在路上的行者。那我也想说的是，那我们祝愿黄渤老师在他行走的这个路上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他即将有一个新的电影儿，处女座电影啊，在暑期推出。那我们祝愿黄渤老师的演艺事业再放光彩。那么我们更祝愿黄渤老师的新作哈，他导演之路哈，大放成功。那么也最后呢，祝愿在席的各位哈，这个狗年马上要到了，祝你们在旺旺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的，感谢，非常感谢王瑞总非常精彩的致辞哈。那么听到您如数家珍般的将我们的黄渤老师整个量身的过程非常细致的刻画出来，其实也感觉到您对于黄渤老师的满满的爱哈。其实您一直在用第三人称说他的粉丝怎么去评价他。其实包括今天上午见到您跟您沟通的时候，我感觉您在谈论黄渤先生的时候，那一刻您也叫秒变迷妹。您也是他最坚实的粉丝，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哈。那刚刚听过了这么多的细节，说了这么多的细节，我相信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见到黄渤老师的本人了。 OK，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活动的主角黄渤老师，有请。Hello 博哥。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对，今天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没错，而且我知道，其实黄渤老师今天也是特别早就来到了我们的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啊。今天还蛮早的，
其实自己也想逛一下看一下。对，你知道当大家得知说今天黄渤老师的蜡像要入驻的时候，大家有多么期待要见到您的这个蜡像吗？是吗？觉得这蜡像馆终于丰富了起来。对，更丰富了起来啊！对，而且当然大家也是更加期待能够见到您本人。就是大家一直还在问说，哎，蜡像节目呢，黄渤老师这么忙，能不能够抽空亲自拨冗出席一下？后来我们的杜莎芬蜡像馆的工作人员告诉大家，黄渤老师说，就算工作再忙，也一定会自己要赶过来给大家来揭晓这一个瞬间。对，怎么着自己得跟自己见个面儿。对，没错。哎，我想问问大家，黄渤老师今天帅不帅啊？这个不是他，对啊，每天都帅是不是哈？对，所以其实黄渤老师，当您接到了杜莎夫人的蜡像馆的这个邀请，刚刚视频当中你也说到了哈，就是接受了杜莎夫人蜡像馆这个做蜡像的邀约，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高兴，肯定是很高兴的，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巨和艰难的任务，你知道。这个后来我一看来了，原来比我难度更大的郭刚也做了，是的，就放心了。对，所以其实刚刚王瑞总也分享了一个细节，说您量身是在2017年的夏天，然后正好当天还下暴雨哈，但是您依然就是准时而且提前到达了现场。那对那天的整个的这个状况，您还有没有一些记忆？下雨，我刚才在后边我才听到，我才想起来那天确实是下雨。下雨的印象不是太深，但是整个量制的过程印象挺深的。十分的细致，每一个细节，我到那天我才真的清清楚楚，平时啊没有那么仔细的关注过自己，直到别人一寸一寸的一点一点不同角度的量，你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缺憾这么多。没有了，所以因为我觉得细致，那天感觉是光一个造型要摆好长时间，真的要提供给艺术家，然后他从不同角度，从下面、上面、左面、右面，然后近一点、远一点，各种角度的测量、拍照，对，所以其实您还大概记得说我们整个的量身的过程，可能经过了多长时间？好几个小时啊，是有多少？4-5个小时，差不多啊。对，所以五个小时可能一直要跟我们从英国过来的这些艺术家进行一个互动哈。你还记不记得哪一个部分的时候让你是最难忘，觉得可能是最辛苦的？这就是表情一直要保持同一个表情，然后一直要撑住，手势一直要撑住，对。所以其实整个量身的过程啊，就是我们要完全保持着它这种如一性、专注性，这样才能够把最好的、最真实的状态能够给它测量出来，并且制作出来。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做的最难的地方就是神态、神思、其实神韵、表情是啊，你的神韵如果能够复刻下来，那个是了不得的。所以说，就是其实我说这艺术家用的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包括你的肌肉的那个走向啊、动啊，以及你的神态，就您瞬间那个能抓住，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对，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您有自己看过现在就已经在幕后的您的这个蜡像吗？还没有。对，这么说有点紧张。对，所以它就在后面。就在后面。对，所以今天也是我们这个蜡像的揭幕仪式。当然，在这个蜡像揭幕之前，就是我们的北京杜莎芬蜡像馆呢，为了感谢您的这个支持，这么的挺我们，今天也是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北京杜莎芬蜡像馆的负责人总经理王瑞女士将这份礼物送给我们的黄渤老师，好不好？有请王总哈，也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好的。对，瑞总，能不能讲一讲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啊？这个是我们当时在量身的时候专门为黄渤老师做的。黄渤老师刚才说，他一定不放过这个见另外一个自己的机会，现在又来了一只另外一只自己一只手的机会。所以那请我们的媒体朋友来帮忙，我们一起来照一下这个难忘瞬间，好不好？对，这个应该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黄渤老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掌的一个模型哈。好，黄渤老师拿到这份礼物，此时此刻心情如何？瑞总，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对，最重要的你都给忘了。对，博哥，你有什么感受？拿到这个自己的这个手模？对，我看到这个上面的细节了，手纹、指纹都有。这以后手机解不开锁了，在这上面划一下就开了。
这个确实很细很细致，我一直第一次看到这一首还挺富态的。所以其实真的这样的一份礼物也是表达了我们的北京杜莎翻蜡像馆对您的这种满满的诚意以及满满的爱哈。谢谢，我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暂时帮忙来保管一下这份礼物了哈。好的，那么刚刚芮总也表达了一段致辞，包括黄渤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我们的这个整个量身的一个点点滴滴。其实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最为期待的就是我们的见证蜡像和大家见面的那一刻了。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黄渤老师和我们芮总分列在我们的红色幕布的左右两侧哈。同时我也想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字，然后我们来共同揭晓我们的蜡像，好不好？稍微等一下啊，平复一下，平复一下哈，喘口气。掀开那一刻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自己，你知道吗？对，人最害怕的就是面对自己，这是人最害怕的就是面对自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而且要一直坐在这儿的一个自己啊。这个好，还真是这个。我说这个蜡像越早做越好。刚才看到冯小刚导演的蜡像，头发还是黑的呢。对，好，这个做好准备。好了，好，那两位嘉宾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哈。我们全场和所有的媒体朋友、粉丝朋友，我们一起来倒数：五、四、三、二、一，揭幕。是的，恭喜黄渤老师的蜡像正式入驻北京杜莎翻蜡像馆。有请芮总和黄渤老师，我们可以在蜡像的后面先留下这个第一张照片哈，因为我相信当这个蜡像正式搬到我们的电影电视剧，会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和他来照相。那芮总和黄渤老师吧，我们可以站在蜡像的后面来帮忙拍下这一难忘的瞬间。好的，感谢芮总哈，请您可以稍事休息了。来，黄渤老师，还是希望您可以和我们的蜡像可以简单的互动互动，摆动摆动啊。哎，这个衣款有点褶皱，对对，帮他摆摆，对，要把自己最好的这个造型、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哈。对，您看他的这个整个，包括他的抬头纹啊、手纹啊，都很细致。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台本上写的。对，他真的是一点都没露的。对，所以我们的这个杜莎夫人，她真的是这个厂牌啊，真的是要把我们的明星最真实的状态给它还原出来。就有没有看感觉自己在照镜子的感觉？是，就很少看立体的东西。对，很多从镜中看到也是相对平面哈。对，那这样的黄渤老师，您看您当时选择了是一个坐姿，那今天我们同样准备了一张1:1的椅子，然后呢我也希望您能够不妨坐在您的蜡像旁边摆一个同样的 pose 好不好？好不好？就按照当时的这个帅气的很随意的摆放的这样一个帅气的 pose 造型哈，然后您也坐在他的旁边，然后包括这个眼神啊、脑袋的歪的这个角度啊、包括腿啊，对，再近一点哈。好，有请我的工作人员，对，和他并排就坐哈。对，大家一定要准备好您的照相机哈，来看一下。腿反了，做一个镜像的。镜像的 ，OK。先摆一个镜像。等一下。啊，这样。对。好，这张照片要持续30分钟，请大家一直拍照，谢谢。黄渤老师，我们嘴巴合一下微笑，谢谢。这样，黄渤老师，我们再摆一个和他同样的方向的 pose 好不好？好。对，也往这边翘。OK， 手对。好的，这张照片不要拍30分钟，谢谢大家。好，感谢您的配合哈。谢谢。
所以您看，您刚一直往这儿一坐，要保持这个造型，这样时间就觉得有点蛮辛苦的。所以当时怎么去熬过这个四五个，不是熬过，怎么度过这个四五个小时？其实就是一直想着今天，对，想着今天有一个这个最后惊喜的那一瞬间，觉得是值的。那当您真的刚刚我们拉开这个大幕的时候，您看到自己蜡像的这个第一时刻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对，怎么这么帅呀、啊？对，这个可以有，怎么就这么帅？真的是，所以当时，因为我之前会主持了很多的这个名人蜡像的入住仪式哈，很多的明星可能会选择说站姿，比如站一个很屌的姿势，然后什么样的姿势来站在那里做一个蜡像。您为什么当时想选择这样的一个帅帅的，但是又有点随意的坐姿来呈现自己的第一个蜡像呢？因为你们发现这样坐下去看的话，这个人还蛮高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原因是吗？站起来的话，人旁边从那儿一走，一比一的复原的话，他会有损有时候观众心里边那个高大威猛的形象。所以这个就是选择坐着坐姿蜡像的小心机。你想想，你说其他那人还好，你说像刚才王力宏，哇，一站好几十年，累不累？累。你这一坐啊，一坐，旁边的到处在那边也可以放把壶，放喝点水，是不是？放什么的，就很惬意的，就在杜莎夫人蜡像馆一坐坐好几年啊，那你就是舒舒服服的。对，那我觉得如果再有蜡像，就是我们可以再弄一个躺姿的。那不行，那在上面那再盖个旗什么的，那就对。对，所以就是这个坐姿也能够表达您的这种神韵和态度。你觉得是怎么样做的这个形象？这个不用我说了，就是摆在这儿，比本人稍好一点，你知道吗？没有啊，跟本人一样帅哈。所以其实您看到他包括整个的这个发型，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简单的细节，都是做得非常的像。对，真的是，就感觉他好像要跟我们来说话要互动一样了呢。对，所以其实这一点做之前，要不然说你得提前做功课准备，就是，但是测量之前应该再减减肥就对了。没有啊，已经很完美了，是不是？对，已经很完美了啊。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包括他的笑容，包括有一点这种细节的描绘，都是表达了黄渤老师的一种神韵和态度。对，你要从远处远观一下。真是越看越帅，是不是？真的，自己都爱上自己了呢。妈呀！对，这个确实是，这技艺精湛。没错，技艺精湛哈，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源自英国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的这个品牌，可以将这么一个非常完美的黄渤老师蜡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要感谢，真的感谢。对，要感谢他们哈。其实刚刚王瑞总如数家珍般的跟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以及所有粉丝眼中的您。那其实王瑞总也提到了，今年对于您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包括您自己的首部导演的电影的作品也将跟大家见面了。那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工作信息。啊，对，之前一直是做演员的本职工作，然后从前年开始停下来，然后就开始做剧本，然后到今年终于自己的第一个导演的戏，今年夏天要跟观众见面了，中间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那希望到时候大家能够喜欢，那到时候大家再过来看这个黄渤的时候，这个又多了一些内容。是，就是可能更看到的是一些除了表面上以外更深层次的一些感觉哈。对，这真不容易，什么活都干，什么活都干。对，又做演员又做导演啊。其实我们也特别期待您的这个首部自己导演的影视作品可以在暑期档早点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见面哈。谢谢。那刚刚呢，其实我也要跟大家透露一个细节，黄渤老师真的是上午应该是11点不到就来到了我们的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然后本来可以去在休息间里面休息，但是黄渤老师说不行，我一定要在里边逛一逛，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黄渤老师的朋友、好朋友的蜡像也在其中哈。还有很多的偶像。对，那您走下来的感觉，对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的感觉如何？我打算哪天晚上黑了灯再走一圈。对，这个能不能卖个夜票？对，现在我觉得这应该不错，你看，刚才走了一圈，看到好多经典的，包括成龙大哥的醉拳啊，经典的造型。我刚才在那想的，因为我在那儿
做蜡像的时候，我知道那个姿势要摆多长时间。是，就这一个啪，这一站一站好几个小时，这真受不了。那没点功底，这真站不下来。对，所以如果下次如果真的说要求黄渤老师做一个倒立的蜡像，怎么办？那我选择穿裙子。那就春光乍现。对，所以开个玩笑啊，真的是就是可以在这个逛的过程中，可能黄渤老师的脑中思索，哎呀，你说成龙大哥这个造型要在那儿立五个小时什么样？朱立红要举手举五个小时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真是，对，所以其实做演员，包括做蜡像，也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哈，挺不容易的。然后呢，大家都你们辛苦付出，这是应该的。另外，这个这些蜡像的艺术家呢，就是他们的细致工作啊，这个确实是值得钦佩。那我们也希望黄渤老师在这个拍戏啊，或者这工作的间隙，有时间的话，可以带您的身边的好朋友，可以多来我们的蜡像馆来走一走、逛一逛。以前可能是看看自己身边的朋友，而这次呢，除了看看朋友，也能看看自己的这个蜡像。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一定哈。好的。那么今天呢，您知道啊、除了有在前排我们这么多的媒体朋友的捧场，您看后面还有那么多的统一的视觉，都是黄渤老师的粉丝。你们有没有统一的口号啊？有。我们一起来喊一句好不好？这个这一二三，好好的就行了。对对对，就是大家今天也是就是慕名而来啊，远道而来，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黄渤老师。而且之前呢，我们也是透过了微博向您的粉丝征集了非常多的问题，包括想对您说的话，然后我这儿也整理出来了一些想问一下黄老师啊。好吧，黄老师，好的。哎，第一个问题就是希望以后人们看到您的蜡像之后呢，第一会想到您的是什么？就看到这蜡像，哎呀，黄渤，是想到您的颜值，还是想到您的才华，还是想到什么？您希望大家想到什么？想到那个啥，对他说啊、我懂了，托付终身。你知道吗？就一看到这蜡像，不打算走了，就打算在这待着了，跟他过一辈子啊。那这对，就在这待一辈子，真的坐在旁边啊，也坐旁边，嗨，这多吓人。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能够留恋，能够可以跟他多互动和沟通一会儿。对对，这个以后来了，我估计手应该是有不少人拉啊、然后脸估计也会有一边就掉皮儿，那不行。然后那个鼻孔禁止这个用手指头插。对, 对，这个我一定在旁边立一个牌子，要提示啊、禁止用手指插鼻孔。真的，对。对，所以你说这问题提的哈，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哈。那之前就是我们也谈到了黄渤老师的电影，那有很多人就在问啊，就他们特别贪心，电影不够，导演还不够，他们希望说看到您的演唱会。那咱们这演唱会什么时候看？对，演唱会，演唱会就被演。对，他现在的姿势已经告诉你们了，早晚，慢慢等。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啊，叫演唱会可期。对，现在这个是慢慢慢慢做，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作品积累啊，有了好的积累，然后到时候才大家在演唱会上才嗨嘛。没错，对，有非常多的作品可以跟大家去分享，通过一晚上的时间哈。对对对，要不然你说唱三首歌然后散了，这事儿不太合适，是吧？对，票又那么贵。真的，没错。哎，如果要真演唱会，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蜡像请过去啊。对，在某一首歌的时候，可以在台上，您在幕后光出声，然后让蜡像坐在那儿唱。欢迎，欢迎，这挺好的。对，就这一个姿势，唱完就走。哎，我觉得也不错。还真是啊，可以考虑一下吧。可以可以，好嘞，那就这么说定了哈。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下一个问题可能要好好回答。有这问题我都不想问。首先这个问题我要告诉您，它不是我问的，是我们的粉丝朋友问的。好的，下一题。哎，下一题，下一题的下一题是说，头围那么大是不是因为情商太高？头围这么大，是我们说这是从小啊，从小被爸妈呀、老师啊不断的指点，每天每天头都大，你知道吗？就指点出来的。一看英文作业，哎，头大。头大。一看数学作业，头大。化学作业头大了，物理头也大了。所以头大头围是这么来的。真的，从小慢慢慢慢一点一点这样撑出来了。哦。所以再有人说，哎，你头围为什么大呀？都是因为做作业做的头大了。哦。对。好。他真是，我这头围，好像平时我们演。那个演出的时候戴的那个发套啊，还戴的帽子，好像都是最大号的。
而且还得定制。定制倒不用，那就属于骑行了。正常号里边是算比较大的了。所以里面装的都是智慧和情商。嗯，还有点别的。不能光是智慧和情商，对，也得装点别的。有水分，有水分在里面。对对对。好，这题就算问完了啊！大家满意这个答案吗？满意。那就脑子里边有水这事儿。就大家对于黄渤老师脑子里面有水这件事非常满意，这就是明天的一个头版。行，好，行，继续问问题啊。好，这题说是有陷阱，您可得听好了，叫做，请问黄渤老师觉得自己是几头身的身材？这个也不是我问的，是他们问的。先把这人给我叫出来。嗯，我看一下啊。啊，就是那张坐在第一排笑的那个。啊，嗯，叫几头什么？叫，请问您觉得自己是几头身的身材？几头身的身材？对，正常应该是什么九头是吧？对，啊，是吧？正常应该是几头啊？九头，九头，上来一个，我给量量。对，咱量量有没有九头？对，我基本上是二腿身材。怎么讲？就上下一般。对，就是脖子以下全是腿。不是，从肚脐眼这儿开的。哦，这不是圆规，从肚脐眼开的。对对对对对，这个身材确实没法比。我估计按照我的话，我大概应该是五头，还是六头。反正不是二锅头，就是五到六头身的身材，啊，差不多。还真的比上比了，我想想，一个，对，我也有，就行。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你差不多七个。我七个，那您呢？我就五六个。五六个啊，行，我还挺满意的，您还夸我是七头身，不得罪人吗？对，那大家对于这个五到六头身的身材满意吗？这个答案？满意什么满意？这人满意，我觉得我今天问什么他们都满意，挺好的。对，啊，什么都满意。七头身，九尾狐，对，啊，就对上了。六头身，啊，六头身是什么？不知道。好啊，继续来问。哎呦，这些问题啊，接下来还有粉丝问了，依然不是我问的，是粉丝问的。对，知不知道大家给您取的昵称，比如像什么布鹅呀、dog 呀之类的，我想得到认证，是不是有这样的称呼？哎呦呦呦呦，这都怎么来的呀？这个有不是那个在极限挑战，这不是有人喊吗？叫啪啪啪啪啪嘎，对，啪啪啪啪啪嘎，就这么来了。对对对，这个不就是有的时候这那个禽类的叫法吗？对啊，就是小猪学的吧，这个禽兽啊，对对，他就这么叫，叫啪啪啪啪啪嘎，对，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叫他禽兽。哦，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昵称的称谓也是确实存在的啊，存在的，对，你也是认可的。大家有各种叫法，随着时间段的变化会起不同的名字。是啊，照单全收，照单全收啊。所以这个答案咱也是满意的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接下来这个要请黄渤先生化身为黄老师了。嗯，有网友提问说，黄老师最想给年轻一辈的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在场的都是年轻人。您最想对他们说的？希望以后多多这个扶持新人啊，扶持新人导演。对，这个年轻人，祝你们这个保持好年轻的状态，早晚有一天我会赶上你们啊。好，这句话大家年轻人哈，对，回头一想还真是时光荏苒，没错，转眼都快三十了。嗯，一三岁就马上到了而立之年，真的要努力了，要努力，跟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哈。好，下面这个题，这个后面还有后面还有260个题啊，我们现在答了有6个了。下面一个问题有点困难了，大家都说黄渤演的电影呢都不会差，那么您觉得就这样的一个形容是适用于您过去的作品，还是当下的作品，还是对未来的作品的一个期许？就是夸赞你的作品都不差，都很好。过去是努力做到，是，现在是力争做到，未来是努力做到，都是努力，努力，努力，再努力。是，这个是希望大家不会失望，但是你还是要做一些尝试的，做尝试可能会有一些风险，但是还是要去尝试。没错。另外在做，除了做你们喜欢的电影，慢慢也会再拍一些自己觉得自己喜欢的电影，
有可能我喜欢的电影也就是你们喜欢的电影。是的，所以其实人生的这一辈子就勇于去做一些可能之前不墨守成规的一些事情，才能有机会突破自己的一些可能已经固守的一些条条框框哈。然后王老师其实也是希望在自己的这个整个的演艺道路上，包括这个导演的道路上，可以做更多的大胆的尝试，可以把真正自己喜欢的影视作品可以传递给大家，让大家能够共同的分享到哈。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把中间那250个问题就过了哈。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是其实挺有意思的哈，就说如果要是您没有做演员，您觉得您最可能做什么？哇，这事儿可大了。大了，你接下来事儿不嫌大，接下来就时间不太够用。那咱们就搬个椅子坐这儿聊。能做挺多的。啊哈。这以前是唱歌，啊，唱歌虽然唱的不怎么样，但是，对，也能唱，啊，然后唱歌，然后喜欢做饭。哎，做饭。啊，那跟那位黄老师有点重。啊，对，嗯，黄小厨是吧？是啊，对，黄大厨。哦，对，不好意思啊，对对对，也不是谦虚啊，就随便。谁没有小时候？是的，对，种种吧。其实我觉得，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而且从事它，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没错，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也可以有很多的爱好，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你。衷心热爱的事业，没错，嗯，就真正能够发自内心喜爱的事情，我相信一定都会干好的哈。嗯，对，哎，那如果有机会您入职到北京杜莎，比如正好我们这儿招人呢，然后您想来哪个岗位轮岗一下啊？我就每天给他们洗澡。这不用是吧？好像是不用洗，不用搓澡啊？有衣服加啊，搓不用搓，洗头发啊，洗头发啊，没事，拨了拨了呀。对，给造造型啊，对，就是有机会就入住到北京杜莎拉可能当一个造型师。对，好，挺好的哈，挺好的，每天可以跟那么多的明星近距离的互动，真的晚上就跟他们聊聊天，对，谈谈心，买瓶酒，灌点，喝点，在这坐着聊，还聊一晚上，对，没错，很开心的一件事，人都不带烦的，没错，而且都不说话，啊，永远听你说，真的，你说什么意见，他怎么说他都不会发脾气，嗯，多好，永远这态度，永远这态度，随便。对，所以其实刚刚听了黄渤老师这么多的机智幽默的对答啊，包括有些问题真的是挺难回答哦。其实我们可以真的感受到黄渤老师的这种叫做演艺圈公认的情商代表。那对于黄渤老师刚刚的这个互动对答，大家满意吗？满意。对，满意，特别满意哈，真的是感受到了黄渤老师这种真诚的态度哈。那今天呢，真的是由于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可能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见面会，这样的一个揭幕仪式，可能要暂时的告一段落。我还想再跟他拍两张。好，我就刚才一边在这聊着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这个态度有很多，我就看你老瞄他，很多可发挥的。哎，给我一个那个剧本，给我剧本。哎，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是黄老师自己加戏。这是现在，你知道吗？哎，来，就特别像一个可能一个新的导演、新的编剧有一个剧本要给这个大导哈。好了，哎，然后等，还有什么？您还要什么道具？您觉得水瓶子、烟，用手这手指。这个又怎么讲？啊，这怎么讲这个？哎，还我兜里。这又怎么讲？哦，就您委屈了，他给您递纸了是吗？这一定要掌声，此刻一定有掌声。其实我觉得在后边，这是给大家一个思路。是，给大家一个思路。你来了以后，你说你能跟成龙对对打吗？你知道，在这儿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个就是后面我们可以征集一下，就是你跟黄渤的故事。哎。对，然后呢，就是我们设计一个，就是他现在这样嘛，你可以不断的跟他，对，跟他互动啊，各种除了掐鼻孔以外的。啊，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也是提醒了我们杜莎酸辣酱啊，就可以发起这样的一个互动，就让大家可以来到
北京杜莎来逛的时候，跟黄渤老师这个栏进行互动，然后我们可以去啊选出一个啊大家觉得最好的互动，就真的是有情绪有剧情的，然后到时候可以有机会再把黄老师请过来给大家颁个奖啊什么，跟大家近距离沟通。好吧，那么就最后我们再来摆一个 pose 来帮忙来拍照这样的一个相片，来完成今天的整个的一个开业的仪式，好不好？我们这样一个接吻的仪式。好的，感谢黄渤老师的精彩的互动哈，也再次感谢您能够在百忙之中可以出席我们今天这个大奖的接吻仪式哈。谢谢。也希望您在今年即将跟大家见面的这部首部的导演处女作可以票房大卖，好不好？谢谢大家。好的，感谢大家。那么稍后呢，我们的将会进行的是我们的媒体的一个群访环节，然后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就会有秩序的来退场了哈。也有请我们的媒体现在前面展示，请黄渤老师可以先到旁边的房间稍微的休息一下，补个妆。好，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机器都这样架在下面吧，因为今天是坐姿，抱歉。对，因为今天是坐姿，可能架在上面会有点高。那请我们所有的媒体老师可以帮忙把机器架一下哈，大家准备好，我们会再次的请出黄渤老师来采访哈。来，咱们这边麦克风可以给我一下。那个同事先坐一下，大家对对那个。对，大家对对光，对对场景哈。一会儿黄渤老师将会坐在这儿接受大家的群访。然后我们的媒体啊粉丝朋友可以有秩序的退场了哈，也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可以帮忙来加一下机器，准备一下麦标麦，这边会统一的收一下啊。大家准备好了以后，我们会马上请出黄渤老师。然后一会儿一会儿黄渤老师会拿一部分，然后那个。对，一会儿那个工作人员会帮忙拿一部分，然后黄渤老师坐在这儿会帮忙拿一部分麦，所以大家每个麦标都会露出来。你给我吧，我来吧。我拿吧。来，您再拿。哎，好，没问题。拿了这个出收声的是吧？对对对。好，就是摆一个牌在这儿。每日文这个要收声是吗？他这个是要收声的。每日播报账。对，大家可以准备一下我们的机位，准备一下我们的摄像机，还有我们的麦哈。准备好了以后，我们就再次请出黄渤老师。他要坐。大家准备可以。一会儿那黄老师坐这儿以后，然后会说话。行，大家这个机位都没问题了。起来的，没问题，没问题。可以了，可以了，来吧。太近了。站这边的话太近了，站这边的话可能会。啊，我们吗？没关系，没关系。你是这样，不先把它移了。那大家准备好这样，如果方便的话。一会儿他会把这个麦给到黄渤老师手里，那你们就再多拿两个。啊，行，你给我，等会儿把这个这样分就好了。对，再分几个。这边就不，我们就统一一侧拿这个麦标，这样就都在这边拿。然后他再拿，黄渤老师拿几个。下一个。可以啊，我们那个一会儿让他自己拿。坐到那边我拍不着这边。都露出来了是吧？行，可以了哈。好，那个麻烦工作人员可以看一下，如果 OK 的话可以请一下黄渤老师。好，对，大家再稍微的等一分钟。可以，你得先递一下，你等。等会儿你把那个纸给。对。
然后那后面粉丝朋友，大家那个洪老师在采访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好不好？好啊，谢谢。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那个什么，对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好了，那如果 OK 的话，我们就可以再次请出洪波老师来配合我们的媒体的群访了。欢迎欢迎，辛苦，您坐在这边就可以了。秋天过来了，已经有人已经先坐好了。好，洪波老师辛苦，帮忙拿几个麦。好，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啊，还有这个光。可以提问了哈，大家可以提问了。想问一下那个洪波老师，给100分，这100分给自己蜡像改几？蜡像是。蜡像。不是蜡像是给100分的，就是。对哪个部位最满意？没有，我就刚才在这看了以后，我在这想以后这个哪个地方该动动了，你知道吗？突然一看到自己，这些年还是。这个还是有变化的，这变化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神韵啊什么的，都特好，还有好多细节。你看下边的微小的小胡茬都有，然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蜡像就特别的像，然后所以特别好奇，就是量身有什么过程，然后有些细节，您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对，量身的时候一开始说先用什么表情什么动作，就在这想说用什么动作，对，然后就那天就想，哎，挺好，就坐这儿吧，还幸亏，要不然这一下就这样，然后4个小时5个小时也挺受不了的。我一直在这想成龙大哥那个怎么做出来的，一个脚站地上4-5个小时，挺不容易的。然后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嘛，然后就有什么祝福送给观众和大家，然后您过年有什么计划？今年过年是，对，可能还是在忙自己电影的后期制作，然后还有一些节目的彩排，然后新的电影过完年7月份就上映了，在七七八八的忙，因为第一次当导演，反正还要面对的事情还挺多，不管怎么样，过年就过年，过年还是希望自己也好，这个家人也好，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也好。这个等等，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洪波老师最近在忙，也知道在忙新的电影，所以现在电影最近有什么计划？什么新的一年什么计划？最近在忙新的电影。啊，我们刚刚开完了一个电影的体验会，然后是一个多维度的一个体验会，收到良好的效果，我觉得还挺好的。我觉得拍电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然后辛苦嘛，但是也享受。看电影的时候也是辛苦，看电影只是享受，但是我就说，因为我们过去开好多的电影的发布会，都是按照这流程，天天都是这样。我觉得记者也辛苦，我们主办方也辛苦，演员也辛苦，而觉得会比较无趣。那所谓我们就把这个发布会也做得让大家有这种满足感和享受感，把它变成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了解电影的同时，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影像展。那洪波老师在刚过去的2017年，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2017年呀，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拍完了自己这个电影吧，人生中的第一次。然后就因为想问一下您，就是10年之前有想到现在会从事什么艺术工作？十年之前已经确定了，哎呀，这一想，
入行时间也不短了，十年前是已经想要做一个好的演员，能走到哪一步不知道，但是愿意为此而努力，而奋斗。你要说二十年前，那还真没想清楚。那对哪个十年你没有什么规划？长远的其实就是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因为现在整个的市场也繁荣，然后电影类型越来越多，也同时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机会，你可以去尝试各种不同题材，可以表演，你也可以自己创作，你闲下来可以唱歌，还可以画画，对，各种都挺好的，今年除夕可能得选择出去找个没人地儿休息一下，今年确实挺累的，就是节奏太紧了，一直在忙忙忙忙忙，过年这两天打算瞬间的去，就停滞一下。我就说过年去南方家过年，还去女方家过年，以往您都是怎么做的？男方家过年还是？就是去夫人家过年，还是回自己老家过年？他两边人都接过来一块儿过就挺好的，是不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对，就是没有，就之前做的时候说，如果说太平静了，你就只是这样在这做一个，可能就好像就会，对，你像人家有很多就是他就这样一呆就是一幅画的这种的哈，俊俏的容颜怎么看都不腻的这种的哈，你说能行？我们就后来想想好像不行，还是稍微给了点神态。那要是孙红雷做神，你们演出怎么样？孙红雷为什么有人在笑？孙雷做，孙雷做，其实我觉得他背影最帅，真的，就反身做一个，面墙贴着，你知道吗？红雷伟岸的身形已经足已经能够展示出他的帅了。就他要是真做了以后，你就现场其他人的黯淡无光，阎王啊！好的，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哈，那今天咱们这个群访就到此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媒体老师的这个支持和捧场哈，谢谢，谢谢。快过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啊！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好的，感谢哈。好，谢谢，谢谢，谢谢。给大家可以来帮忙的测一下大家的这个设备哈，谢谢。对啊，感谢大家的支持。